色巨塔超黑暗，勾心斗角样样来。有一个组织一直在医院里面，就是有点被斗到受不了，然后就到外面去了。有一年《王子复仇记》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被当选评鉴委员，然后就刚好到他这个结仇的医院去评鉴。对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你死定了，就好看。”他那一次就直接叫院长，然后忙有火灾，旁边的消防栓要怎么用？为什么傻掉啊？他只想要说只有冲脱炮弹送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